美日交换情报，眼馋钓鱼岛。近日，美媒最新曝光了美日获取的钓鱼岛机密情报。这份右上角标有“机密”字样的文件显示，中日在3000吨级、4000吨级和5000吨级这三类巡逻船上不相上下，但中日的最大型巡逻船却拉开差距。中国现役最大的海警船排水量高达12000吨，而日本海上保安厅最大的巡逻船只有9600吨。光获取情报还不算，美日还要研究对策。据美媒报道，美日之间有一个已经运行大约2年的联合情报工作组，日本负责打小报告，把收集的中国钓鱼岛信息交给美国，然后由美国帮日本分析判断。当然，分析以后少不了发挥想象力。美媒称，在另外一份所谓秘密文件里，记录了美日对中国在钓鱼岛布局的推测，假想中国把海军的驱逐舰改装成海警船。虽然美日官方迄今为止还没有回应，但是依旧挡不住网友的疑惑，说好的美日同盟不针对中国呢？